哦，现在才出现呢、啊！靠北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是被七面猪搞了。而且他还有单哦。节操嘞！我要先准备示范。好。哎呦 ，HDD。哇！我要来喽！我们这一个配陪你打。我打的东西都很低阶啊，需要你们这种高手帮忙的怪。好，那我出去。哎、欸，冰兆龙，哎，我直接出冰兆龙。野外出现冰兆龙，好强哦！打啦？没有，缺一个哦。先回家了，去陪你。这么感动？嗯。我要来找东西吃了。好。看，他们不想跟我玩。就只有你也不想跟我玩啊！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是你啦！你去吃，去吃，去吃！他又不吃，你讲他不吃了啊！以后都不要吃，坏啦！有没有有没有种？捕获飞龙，狩猎亚龙。你在爽什么？我一场拿到四颗大龙鱼，傻笑。是该笑啦，这还不爽吗？好爽！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自然生成的燃料给花光。我要讲本名喽，刘耀廷安安，好没礼貌，还真好笑。
我感觉可以挂着出去买喝的哎、欸。那个蒸汽有够久。好了，花光了。哇，只给我高级三卷呢，真棒！我的龙能票券呢？目中无人的家伙来啦！打黑狼鸟喽！我要去打黑狼鸟，不要打。我在打你的啊！我在打我是不是？你也要打，我知道你也要打、啊。你这是主线还是你？主线啊！你还没打吗？对啊。哦。把主线那边打来打去，巨魔打，鼓锤跟爆锤。嗯。黑狼鸟完之后就没有目标跑的主线了吧？啊？我说这只黑狼鸟之后啊，就只剩灭尽跟风龙了吧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还有六十九等任务啊。六十九等谁？灭尽。欸，斩龙跟碎龙都力战的。哦。没事没事，我去看个东西而已，不要跟我来。啊？看一下东西而已。要看什么？说虾。环境生物。我也要看啊。我的环境生物叫做毛吉。哦，那个地鼠对不对？对。没有。没。那个。好像什么那个种子的那个位置会有，然后这边不要跳下去哦。这边是那个药草那个地方会围着它。有啊，有围着啊，灌土龙。靠药，还有回头。好啦，每个地方都有两个啦，只是另外的我都忘记在哪。啊，那个是要用隐身衣装抓的，对，能靠过去他一定跑。哎、欸，在这里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把他抽走了。两天没洗澡。Hello， 穿上衣服，开撞！肉质软化石，帮我软一下尾巴就可以了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我要撞你石头。啊？跟我刚刚听到的不太一样。我说等我一下，你就一直催我，你看。我没有催你啊，都在撞一只头。你还想不想过主线？我想，抱歉。
看他都不让我落尾巴，你看他，你看都你还有被骂，落你尾巴。我没有骂你呀、啊，小贼。以前 HTT 都不会这样，别当带坏了他。总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有啦，倒了啦，一样啦。准备。哇！你这样撞我，温到顶哎，不到顶哎，哇哇嘿！喷死你啊！看那边，哎，他真的怪怪的哎。怎样怪？八是不是硬啦？是的，他硬了。哇！是我帮你们扛这波。好，作为奖励，我再中毒一次。看。他的尾巴有，不是有，不是有那个毒啦，很痛哎、欸，你会被甩。尾巴有毒也是没错啦。对啊，所以说不是那个毒，我不是指那个毒。哦、可以撞墙毒，不知道，不要给我压力。每次只要有这个压力在，我都会失败。你看。啊看，我的转身一装又脱掉了，哇！我想给我压力，没有，很怕，我都有在看他们的眼睛，我立志当个眼科医师，你的眼睛泛黄哦，哎，我最近眼睛好黄哦。我的肝素快又坏了，要看是什么状况啊，眼压过高也会啊。我肝一定快爆了，所以已经泛黄了。开太久了，用眼过度哦、啊。这里吧。我到了哎、欸，我都找到了。喂，他们在那种好像会有三兽神出来的地方，你有看过宫崎骏吗？有。魔法公主。我的熊凯龙好像找不到他在哪里。哦呦，我的熊凯龙好像找到他。
啊，为什么旁边有一只长得很奇怪的狼？雷狼龙？它是蒙牛龙啊。我都长得很奇怪的野岛了，我没有多雷狼龙。我去撞它。哦。这样会有掉落物呢。那眼睛的图案可不可以改大一点呢？看不太到。再大就看不到怪物的图案。不是啊，就是我第一次当个眼科医师。眼科医师就好好的看清楚。你觉得那眼科医师自己近视有没有？也看不清楚。哦，眼科医师也是可以配眼镜的。我知道啊，我说度数不够哈。你是没被打过，哦？有的吧？你是没被眼科医师打过，哦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欸，我要当第一个。哎呦哎呦！哎呦，好帅哦！可以再一次吗？中间是不是在爆炸啊？我上次也是在中间爆一次。那是青蛙吧？不知道。Wow。 因为昨天也不知道打什么东西会狂爆。他默默不讲话哎。哎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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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臭青蛙。啊，不是啊，昨天是打那个碎龙，莫名其妙爆炸。碎龙又爆炸，听起来还蛮顺的。不是，完全没有东西，没有迹象，没有前兆，懂吗？癌症就这样直接蔓延起来。懂了吧？请问是眼科医师对不对？你有眼癌？眼科医师看癌症，眼癌。你有眼癌？眼窝癌。哎，这不是你不要给我压力，我自己有在看。我没有给你压力。有，你刚刚 A 了一下，我有点吓到。没有，因为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那么强？什么东西？我是 A， 怎么能会那么强？哎，他怎么掉下来了？想骗我？哎，那个肉质的话是那个。没空啦，你落一下，我等一下还要运第二次哦。啊，好好好，我来，我不赢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软化石，这样有没有？再一次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帮你软，来，软了没？哎呦，软不到，哦。你穿过去，厉害吧？他的爸爸。滑到了，欸，尾巴断了，欸，断了，我说断了，我刚刚一直在说，啊，你真棒，亮亮亮，你真棒。你知道在讲什么？不知道啊。那个不要瞎掰好吗？假胖子头的那个不要瞎掰好吗？啊，怎么没有掉落物？记得哦。哎，欸，他人又去哪里的？哦，我的话要找他。梁朝金安安。我的工作是梁朝伟。我也想说，嘿，以前的我会这样乱叫，可是现在觉得哦，太没礼貌，还是很想乱叫。靠腰啊！我靠不起，我没有腰。有，我有腰。又飞了，把波西带走了。没有下来了。我的水好。好。好。哇！打到现在，终于开麦了你。家里有人哦，哦，谢谢你，你最好了。一个在开音乐啊，两个在大声讲话。哦，原来刚刚背景音是你的。对，没事。爹，你怎么会来这边？我刚才跟你走嘞，白痴哦。啊，不是走这边吗？地图看起来是在这边啊。白，不是，这边往瘴气啦。
欸，我们不要理他。我们小柴龙，我们走。救我好，我迷路了。他对我好了，快点来救我。我来了。啊，被吐了。时速三十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这里吗？有牛这里吗？对。哦，好。对。看到两个人哦，闪光弹。小一个。干嘛？我以为我不会迷路。撞了。但是我没有。我有救自己，我知道。再撞一次。到底要闪几次？撞了，撞了！你要撞了。也没有欸，哎，我的好友，他走，风暴会弹。哎，我刚刚有没有挖尾巴？有吧？你挖。有哈？你确定哦？有啦。我跟你一起挖的吗？有啊。我怎么失忆了？哎，我眼睛好痛啊！眼科医生，你被闪了。叫你平时不要眼睛看太阳啊！你这是眼睛平时去看日光灯、看太阳造成的啊。哦，有没有？谢谢诊断。记得给个三连关注好评。哦，差一点。不是啊，啊你卡在这边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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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冲过去，快冲过去。小柴龙，我们走。应该再一颗吧。一颗什么？哎、欸，白痴、喔！我自己走，自己走，自己走。好可怕、喔！他红眼了。他在攻击我。喷射火焰。失败了。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哎、欸，你救我！有屁啦！他穿过你的盾，你在屁哦！他不是啊，他穿过我八八尾是。睡了没啦？还没。猛牛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打。哦。You。叶子渊，哎、欸，真的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！我在你后面。啊，我被打退了，不是。什么植物什么挖沟发动？效果结束了。我牛都走了哈。嗯。我来的，旁边去。哦，好，嗨，快点补血吧。哦，每次都在肩膀上按到，好烦哦。他的火焰可以喷我的爸爸、啊、可以哦。到底睡了我看到了，还想戳人呢、啊、睡了。哇放开吧，暗抗位置。好，不不投耶，他们有没选择。快挂了，捕获吗？狩猎而已啊，捕啊捕啊捕啊，有材料就捕啊。哇，刚才瞬间看到他麦卡，江山挑战，我补给钱不够啊。
刚好也缺这个任务。嗯，哎，这怎么念 ？Yike， 安安 ，Iki， 哦，好多东西。哎呦，啊，帅气的卓，好哦，帅气的会，那念会，哦，会啊，好，很会哦。等一下，其实我刚刚打到我的右手麻，你知道吗？太麻了吧！我现在就是甩一甩会很阵痛的那种麻，而不是没感觉的麻。压血管压太久了啊！昨晚睡到就是会这样子啊。老了毛病就多，真的哎、欸，眼睛也不好，身体也不好。哈嘿，老巴塞，加老五沙拜，老巴塞，老巴油啊！西什么西特派、希奇派、哈希老巴塞？哦，希奇派今天痛苦，就气管差、身体差，打哈欠会流眼油。哦，不惑，讨伐古龙种，飞龙巨魔之地。我要去找我的鼓槌跟爆槌。走啊！爆槌应该会在巨魔吧？啊，爆槌。会啊！你到底是要打什么东西？我要把铁臂护石升到五等啊，需要爆锤跟骨锤的东西啊。啊，可是你要五等的话，你要等级练上去，你才能五等。你现在只能到四等，不是吗？对呀、啊。所以你现在要五等的话，你先练等，你练等之后，我们这边可以开给你，啊不，节操那边可以开给你，我这边不行。对啊，那我现在打这个不能练等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那我就一直打就好了啊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说我要打鼓槌跟爆槌没有错啊，我就一直打就对啦。对啊，打到有他们在打就對。我不想认输，我不想认错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有苍火哎，那打只苍火好了，我也学苍火。好啊。啊，你是说哪一个的？你在哪里打、欸、巨魔吗？还在巨魔了，他已经开巨魔进去了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好多好多调查任务要删。爆锤是在荒地吗？有，应该会是在荒地。爆锤没有龙结晶，因为没有龙结晶啊，所以我在想它在哪里啊。找啊！可是我觉得爆锤，你真要打爆锤的话，其实打掉他任务就好了。他掉没有？我要力战爆锤的东西，所以我要打巨。对，他是要五星的爆锤龙的任务，懂吗？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要把那个一直往上打，打上去啊。嗯。打到等级有跟爆锤出现就可以了。不过有爆锤吗？就打打看啊，陪他打啊。啊，爆！不然他都快哭出来了，没人陪他打。所以才来找你们啊。你看你还想走，已经够可怜了，还想走。怕你们排挤我，所以我自己开。我是很懂得看时事。欸、我以前也是，我以前是很自私的，可是后面就是完全就是啊，你们先打，你们先打，我后补没关系。然后往往都打到他们已经结束都睡觉之后，就一个默默的关掉游戏那种。我也是差不多这样子、啊。那、啊、以前的我太自私了。就比如以前就玩信长嘛，那时候他们说，欸、可是怎么办？我们六个嘞，我就毫不犹豫点进房间里面，就占了一个位置。你现在一号几号营地啊？有没有觉得我超坏的？爆！你说一号，森林跟荒地是一，然后另外两个是三。Are you dead? Yeah。我看爆锤的出现几率，他给我写熔岩地带啊。问题是没有熔岩地带的位。有，可是现在还没开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什么啊，我就不能过了。要等那时候才会开吧？该不会还要等吧？对啊，我觉得有可能，因为没有龙接近啊。那、啊、这样我的防御护石不就永远是死的？我天！除非你出搞不好调查，你的防御护石搞不好是之后才会更新的吧？你现在是看那个的吗？
已经看看了，已经有可以做啊，所以可是他是问号问号啊，所以我去查，他说要爆锤的东西啊。哦，我是有看，我是没有问号问号，我只有看到需所需的道具啊，一个是爆锤龙的铁饼、欸。对啊，还有什么力战的？哎、欸，哇，那个好像力战的那个重科友好像是骨锤的。对啊，我打骨锤的、啊。